选手来了。像他看到这种图案的书，他就会那个。为什么一定要六啊？全书那个太厚了。好了好了，哎，没有。哎，妞妞，钱包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弟弟，再一次。你抓什么？抓钱包呀。来，第二个，走。佩仪哦，佩仪抓的是妞妞计算机。佩仪抓计算机。妞妞。佩仪，你那个要先放着，让弟弟抓。弟弟抓的，你不可以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你不可以拿，好可怜。锵锵锵锵，书本。耶、yeah, ，书本 好，再抓一次。哎，等一下呢。佩仪来。佩仪，先不要动呗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弟弟抓最后一次就给你玩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先过去个叔叔那里。Go. 好棒。新鲜的，他没有看过的东西。好，好，那三个再抓一次，其他的收起来吧。没有啦，其实我们就是随便玩一玩啦。哎，你去拿一拿那个球，那个黄色球给我。来，你的最爱是什么？给叔叔。Go。胖胖。给叔叔。千万个，你可以拿你要的了。好，胖胖，你跟你最爱的钱包合照一下。好，等一下。好，可以。